爸爸，今天你是快来快来，今天你是顾客。老范，洗脸可以，要收费。好，可以。快来洗脸。八又四方天要求。待会你帮我把毛巾洗了呗。这个带回家去洗啊。不行，这个要手洗。那就带回家就手洗也可以啊。你今天还挺忙的，刚刚我又给两个顾客推了背，又给一个顾客洗了脸，上午我又做了一个美甲，一个睫毛。那还可以啊。我发现很多顾客来这边体验都办卡了，然后有的买套盒了，像今天的顾客是推背的，直接就是开了一个套盒。开个套盒也可以，也不错了呀。今天他们很喜欢我的手法。哦，哎呀，快，我来试一下你的手法，享受一下。今天洗脸的顾客他说，在这一片的大店小店都洗过了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一个这么专业的，搞得我心里面挺有成就感的。对你的评价很高啊。所以他今天直接就开了一个年卡。人家觉得你的手法可以，做事很认真，不会敷衍似的，知道吗？人家就是认可你这个人。后面洗完脸还在这里坐了好久才走，跟我聊了好久。他们就是住在对面的小区。好，快点，先洗脸先。先给你拿两个毛巾。而且这两天的毛巾用的特别快。躺下。嗯，洗的舒服，我也办一个年卡。你说的。嗯。老范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几天还有男顾客在门口问我洗不洗脸吗？男顾客就算了吧，我就成了你真正的 VIP 男顾客。其实你的皮肤那么好，我觉得没必要洗了。你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？我是享受。享受这个服务是吧？终于说你的心里话。抬头，好的。你这个大脑壳，你必须要用我这个长毛巾才保得住。我还想做个被。改天。拿你的套盒来洗。套盒给别人订了。没你笨了，你不早说。哎，好像有人来了。你看你这个脸白的，你这样洗的话都对不起我的洗面奶了，对不起我的这双手。为什么？这么好的皮肤不用洗。嗯。我应该是总共洗过三次。把点按摩膏给你按摩按摩，你这肯定晚上熬夜熬的多，这地方你看。都有结节了。这老范要洗了，会不会上瘾了？哈哈。上瘾了。不会吧，我才刚开始就上瘾了。洗了一次就不会想洗第二次了。眼角开始给它走一下，对，成气是白，这有两个穴位啊，这个叫迎香，这个叫鼻通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点这个穴位，从太阳穴开始。睛明，小跑步提拉。你看你这个耳后脸吧，好淤堵啊！你看我剥你这个筋都是硬邦邦的。来，给你躺一下。继续提拉，你可以从这里耳后这里拍一下。你这里脸真的是浪费我面膜。洗的还挺好，挺舒服的，差点睡着了。这个吸收了面膜之后，你的皮肤会更好。15分钟到了，现在看看老范的皮肤。哇，我现在是用苹果
流氓相机在拍，你看你皮肤。好厚黄。这人间有你才特别，从前追晚风的人追上了落日的沸腾，追上了夏末的余温，与拥抱